那这一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只要有这种乱七八糟的照片呢，就是我最 happy， 一张一张来，好像发扑克牌一样。好了，前有 Eason， 然后有 Justin。大家看了惊不惊？来惊不惊啊？李月清，我那如果万一那个照片里面有你的朋友怎么办？我照灯喽，还有怎么样？我是六亲不认的邻居啊！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最大档的广告啊，全民银行长江一号篇，听听他们怎么说。你日本军阀，那我是什么嘞？啊，你是长官的。是的，那你是什么嘞？啊，我是小兵的。是的，哎，那个长江一号上次交代你抓到那抓到了吗？抓到哪里去了？抓到了，抓到了，哎，关起来了，已经关起来的。在哪里啊？在这里啊。刚才在这里的。在这里。哎呀，我听到声音了。在哪里啊？在这里啊。哪里啊？哪里啊？跟你讲，在这里听讲几次啊？等一下演那么慢，后面已经花园圈，花园整段又演不完了。快一点嘛，新的不要是闯时间的，打到我镜头了。演不完，要不要开始演嘛？要。等一下，开始演，我酝酿一下。长江一号，你快说，那个二号、三号到底是谁？呸！啊，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我说。停！只要你肯说，你妈妈的医药费。我一定会大大的帮你张罗啊！我说，二号张天柱，三号冯国良，四号赵树海，咔咔咔！赵树海，一个赵树海，你为什么会出现赵树海啊？我不会台湾国语哦。那你要讲的是什么？赵四海，你怎么可以为了医药费出卖你自己的同胞呢？对不对？来来来，全民灵活卡给你哈！来，我们再来一次哦！来，预备 ，Action！ 笑嘞，长江一号，你赶快说！我说，二号绿巨人，三号钢铁人，四号 Captain America！ 有全民灵活卡，资金灵活，心情自然咖啡。咔！啊，好嘞。不对，这样不对。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你要问再快一点，我们节奏需要加快一点。来，再问一次，我们直接再来一个，好，来 ，Action！长江一号，那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到底是谁？一号铁雄，二号大明，三号真真，四号第五号阿龙。看，科学小飞侠，科学小飞侠嘞！我叫一号战士，谁叫你讲科学小飞侠？我只记得这五个人啦。停！我们方向严重错误。现在啊，这不是最主要的话题。这种谍报片好像已经过了，我们要找现在的话题。现在话题是什么？对啊，大家集思广益一下。现在话题是好像是最近那个全民先生又被拍到的呢。啊，就吃完饭之后，然后去开房间。没有开房间的。哦，那脱裤子趁这样和。屁股那个是拍 MV 两件事情不一样的，你们都没有拍 MV 去拍房间，开房间就后来吃饭的时候被拍到。对，只有哦没有，只有吃饭没有拍房间，你们就没有在 follow。好了，没有人在 follow 这个事情。现在你很配，对啊，你莫名其妙，对嘛？那什么？现在大家在 follow 是富二代的照片，好不好？富二代照片是知不知道？知道怎么问了哈？我好像开始有了哈，来，我们直接来一个来 ，Action！知道了你不问，你不是说你知道吗？我导演，我是说我好想知道。哎，解释一下，解释给他听。好想知道，我是犯人，我要解释，我怎么知道、啊？你是犯人，所以才让你回答。你不知道的话，怎么样解释啊？我大声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啊，你。好，我知道，现在是在讲那 A B C D E F 之家名单，好不好？就是字母开头的名单，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好不好？来，我们直接来一个 Action！长江一号，那个 W C L 到底是谁？光碟里面那个 W C L 字母到底是谁 ？W 吴敦义 ，C 陈忠 ，L 李宏源。咔！你想当官想疯了？你想当官想疯了？是要打头，没有说打肚子。对，我现在比较气，所以我打了肚子。你讲这些是国民党的内阁阁员名单。对啊，你不想知道吗？谁想要看内阁阁员名单？来拍那什么光碟啊？西城冲，谁想看西城冲啊？不，我说 C 开头。我说 C 开头就你讲城冲。C H E N。我说 C 开头，换一个，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太敏感了，好不好？来，预备 ，Action！ 长江一号，你快说，那个 K L C 到底代表的是谁 ？K Kobe Bryant。C 拉邦健 ，C 凯瑞拉，Anthony， 梦幻十队，一个梦幻十队嘞！不要再讲梦幻十队，他们打成这样，我已经很痛苦了。换一个，直接讲的。等一下，你打得很用力哦。你不就是要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名单吗？英文字母代表什么人吗？我给你个精彩的。没有，好不好？我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打得很用力。为什么？我难得有这个机会，哇塞！我不趁这个时候打一下，什么时候？
专业专业，为艺术牺牲，问一下好不好？来，预备。几个英文字母代表的名字 ？Action。TKH。TKH T 是什么？谭志贤。K 是郭子乾。H 黄祖老师。台志源、郭子乾，我很想看，你也想看吗？你也想看，对不对？想看。这名单一出来，大家就想看。但你讲洪都拉斯 low 掉，我想看 low 掉，没有人想看洪都拉斯。开过电影，没有人要看洪都拉斯。开过电影，好不好？没有人要看洪都拉斯，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是台志源、郭子乾的话，我们都想看，因为这两位真的是好大哥，我们所有人一见到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就是想看的，对不对？不是啦，你们放错重点了啦。讲到洪都拉斯该我的时候，你干嘛切过去啊？那你先讲。好，我看你在讲什么，洪都拉斯讲啊。好，你讲。你不是要讲吗？不是，我是说你们在讲这些照片，哎，公然散布照片是违法的，好不好？对。而且你们又知道那个男人真的很坏吗？哎，说不定你知道他对女生其实很好，他技术搞不好很好。什么技术啊？我是说照顾女生的技术。哎，你知道现在找个李大人很难呢，哎，每个女生都想要有个很照顾那个自己的男朋友，对不对？搞不好他很会做菜，哎，帮女生按摩，但是他行为是错的。这个行为是错的，对，这个行为还是错的，错的，错的。小优，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忽然那么帮他讲话？啊，有吗？该不会是光碟里面那个 U 代号的 U 开头的是啊 ？U 是啊 ，Umbrella。好了，反正这个事情呢，大家就不要再去追问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不要去做任何的猜测，那对那些人都是会有更多的伤害。这个事情交给司法单位去处理就好了。谢谢大家，大家不要再八卦了啦，啊，继续打，说不说？说不说？交给司法单位有什么用？司法单位最后也是交给我们了，因为最后是我们在处理的。我们看一下关键动作先。收看关键动作，我是刘宝杰。马上欢迎我们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红色角落的彭华干。不管你苦干实干，就是比不上我的才干。我是彭华干，宝杰好，大家好。好的，马上介绍第二位特别来宾是蓝色角落的张有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居士啊，张有话，话多朋友都知道的秘密也多。宝杰你好。好的，谢谢。马上来看我们关键动作的关键照片，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很清楚的看到是两个人，但是左边这位呢，一定啊，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这次呢说给选手们钻石般的待遇，却点名表现最差的杨淑君的体委会主委戴霞玲。有话，你对这张照片有什么看法？这张的照片只有用一首歌来形容，钻石，钻石亮晶晶，头上天上带下的星，钻石，钻石亮晶晶。好了，不是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是叫你来批评，叫你来分析的。我们现在所有节目都要综艺化，才会有看头。我在刚刚那一唱歌的一趴，已经整个收视率提上来了。那你继续唱吧，好不好？这好像钻石，那大家都误解我们的主委了，是不是？说我们主委说他怎么样，表现是最差的，其实并不是。他是说，主委说杨淑君的表现令人惊讶，而且我们期待很高得金牌，但是这次表现，哎呀，怎么搞没有得金牌，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的主委鼓励一下，让他对我们台湾的体育继续推动下去，要钻石般的意志。没有错，有话说。我们的体委会的主委戴霞莹，他不只要有钻石般的意志，当外界对他有误解的时候，当媒体对他有所批评的时候，他依然有着一个非常宽广的胸襟，他出面来解释，他并没有生气。需要钻石般勇敢的奖励，戴霞莹，叫，谁没有错？他就是拥有钻石般的一个胸襟，这种胸襟要怎么训练？怎么训练得出来这么样坚强又这么宽广钻石般的胸襟呢？令人敬佩。很简单，有一种鲜为人知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训练，它呢有一个既复杂又难记的名字，就叫做胸碎大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工作人员他今天应该有在我们的现场帮我们准备了一颗非常大的一颗石头。哎呦，在这边，果然有一颗石头。好，现在这颗石头，我要拿一个非常沉、非常重的铁锤来。有话兄，请就位。你躺在地上，我把这个石头放在你的胸口上，然后我用这个铁锤举起来，高高举起，一阵落下，砰，石头应声碎裂。你这是要干什么？这
铁锤啊，要敲你肚子上面的石头，所以请你躺下。我不要。好，十多年前我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也是胸口碎大石，一修完之后到内伤了，还没有好。沈玉琳制作人，没错，罗志祥主持的。那次胸口碎大石，结果你的表演失败，变大石碎。我胸腔都碎了，变大石碎胸口。对，那今天不做这个表演，不做这个表演，哦、不跟神明开玩笑。那我想跟这个铁锤哦。那就算了吧，这个石头，拿这个石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哦，好，这是假的，没关系，来，不用，坐下，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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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聪明，我对这个动作，我对训练很清楚。这种训练不只是胸口碎大石可以训练，还有另外一种训练也可以，它一样有一个鲜为人知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名字，而且它是既复杂又难记，它叫做乌龟叫。好，乌龟叫怎么训练？很简单。两两一组，好，为什么要用乌龟龟叫？因为大家知道，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小鸟怕下水，是。所以呢，这个乌龟龟壳，只要你能够叫得起来，就表示你完全不怕铁锤，那你的胸襟就自然是钻石般的坚硬。是，来，有请我们的保洁兄，我们一起爬在地上。好的，我们的人呢，注意看，两只手，还有两只脚，这样有四只，再加上我们的头，总共有五个点。如果喊口令的人，比方乌龟乌龟叫，另外一个要跟着叫。五个点，你随便选一个点。如果我喊的，你跟我举到，同样一个是左手，那你就输了。好，我就输。如果你没有喊到的话，你就继续喊。对方喊。那我跟你一样，我就输了，好不好？好，来预备喽。预备，听我口令，乌龟乌龟翘。翘。换你。乌龟乌龟翘。好，我输了，你输了。那这样就抓到了，好不好？谁输了？他输了。是要处罚一下？没有，没有。等一下，我们游戏之前，训练之前没有收到处罚。所以我们不处罚，是？你现在要玩处罚，是不是？当然，很好，赏罚分明。那就由你来仲裁，那我来仲裁，来，对不对？你们两个来玩，不认真玩游戏。好的，有话兄，请就位。那我跟你对手，好不好？来，预备，乌龟翘，总共有五个点哦，预备。乌龟，乌龟，有话兄，翘。好，你头插到了。就在我说翘的时候，你头插到直管。对，很快，有吗？我们处罚很快，马上到。停下来啊！乌龟，乌龟，张有话，有翘。你的头又中了。好，结束了，不是比赛结束，我们现在结束，训练结束，乌龟已经训练完了，结束了，两下，对，我还没坐庄呢，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会笨到连被骗三次，所以游戏结束，训练完毕，好，所以就是透过这种训练，各位可以看到，导播请带特写，这个戴霞玲一定是受过如此专业的训练，他才能够成就他一个钻石般坚硬的胸襟，遇到任何的选手，任何的批评，他都可以说 I got you, I got you, I got you。是的，谢谢华干兄简单的示范。原来我们的体位换主委戴霞玲有练过胸口碎大石，难怪他有钻石般的坚定的这个决心，抵挡外界这么多的批评。当然，这里也建议我们戴霞玲，如果卸任之后，可以去参加李唐华特技团，因为也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替台湾争光。是的，关键动作我们下次见。李唐华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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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能够胸口碎大石，那很重，因为它是钻石的胸襟。最重要的是女的，女的能够有钻石般的胸襟，这是非常少见。